魏哲荣终结者林凯威周二比赛跨局上攻，后援零点二局丢掉四分，有三分的自责分，中段连续十二又三分之二局没有失分的好状况，也吞下个人本季第二次的救援失败。本季他面对乐天，平均防御率高达5.06，比投其他三队 ERA 都压在三以下，有段差距。但结算到30号的赛前，林凯威防御率2.35还是很够水准，18次的救援成功依然位居联盟榜首。但是主角对于奖项跟数据讨论比球迷淡定许多，对吧？现在丢起来都还蛮不错的、啊，对啊，就按照球队步调走，这样一定会比较热嘛啊，只是去找方法让自己不会太累的东西，对啊，可能多休息啊什么的，泡水什么的，应该说比较完整吧，然后更熟悉自己的队友，然后教练团啊，所以丢在可能在比赛上面会比较自然一点。林凯威九月中要投入亚运中华队的集训，是他竞争救援王比较不利的因素。强调目前调整还不赖，没有随着赛季有太大起伏，而是更享受每一次的投打对决。其实我也蛮期待跟打者交手啊，对啊，所以其实大家都一样啊，就是不管是面对谁，还是全力以赴啊，对啊，没有再浪了，就是对啊，就是要想办法。龙龙漂乏哥林凯威维持一贯的自信，更希望球队可以赶快结束一个多礼拜没赢球的低潮和5连败，说再见。YT台梁玉红、华春采访报道。